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俊峰。这个芍药呢，可以说是一花两用，不光有这个观赏价值，而且呢还可以入药。但是种芍药呢，需要一个漫长的等待，一般得三四年才能见效益。那四年前的沈阳市辽中区傅家屯村有一大片大田改种了芍药，当初啊不被大伙看好的这个项目，那现在的效益如何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花漂亮吗？好看呐，真香，真漂亮啊！没白来呀。眼下正是芍药花绽放的季节，游客们一下车，一股脑的全都扎进了粉色的花海里，跟大自然来了一个亲密接触。这都早都听说这嘎达有那个芍药园呢，完我寻思正好带我老妈，趁着那啥这屋还没拜的时候来看看来。哎呀，到家一瞅真好啊，太漂亮了，空气都飘着花香啊。到这里来看一看，就是呼吸下那个大自然的空气，感觉就是心情都不一样。辽中县内都知道我们傅家屯村有个芍药花海，而且是鞍山辽阳的人来的也不少，沈阳的都往那么奔。这片香气迷人、色彩艳丽的芍药园，在四年前只是一片普普通通的玉米地，如今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变化，全都是因为一个人——辽中区城郊街道傅家屯村村党支部书记苏超。就是想在咱村上搞点这个新鲜的种植项目吧，因为咱这家的传统种植就是玉米和水稻啥的，固定收入呢就那么多，没有太多的收益啥的。傅家屯村的主导产业是水稻和玉米，没有拳头产品存在感极低。2017年，41岁的苏超当选村党支部书记，他决定给村子趟出一条路，一条有别于传统的路。一个村啊，要想出名，必须有一个村的亮点。2018年秋天，苏书记决定把芍药引进傅家屯村的时候，大伙儿并不看好。再说咱这本地认不认咱这块地，人家那属于山区人，那么再说这玩意儿它属于三年才能见效益，它不是半年见效益，因为这玩意儿它不像高粱苞米，你高粱苞米虽然说就是这嘎不收，那边还收呢，这养殖业多呀，你这玩意儿真要是没人收的话，那你算彻底了。不知道他将来发展什么样，对吧？未来究竟挣钱不挣钱，这都不知道。他一点都不理解，他因为说这玩意儿都扯淡。面对这种种未知，苏书记决定自掏腰包，栽种12万棵芍药小苗，准备闯一闯。就是说，不管咋样，我也要闯一闯，不管他就是说到后期的收益如何吧，我也要把这事儿做到底。说到底，就是对这个产业有信心。这是我也听别人说的，十药九芍，就是说十副中药里基本上都是有这副药来配药，是收药的厂家，这个对这药材的收入量非常大。芍药别名白芍，也被人们称为花象，中国六大名花之一，既可以观赏，又可以药用，具有活血化瘀、消炎止痛等功效。一般来说，这类药材都是年头越长，根须长得越茂密、越粗壮，卖价也就越高，头几年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利润。头二年可以套中这个大豆，这个二年的大豆收益也挺可观的。第一年我卖大豆就卖了18000块钱，第二年卖了13000块钱吧，勾一勾就是头两年的地租钱基本上都收回来了。前两年简单的施点肥、除点草就可以了，不需要太大的费用，大豆挣的利润完全可以满足种芍药的各项开销。这个种豆子，豆子起来，这秧子起来以后啊，能给这个芍药啊，能给它遮阴。因为啥呢？这芍它是喜欢阴凉的作物，它俩是互补的。经过3-4年的观察，苏书记发现芍药最大的特点就是皮实，不需要过于精心的管理，属于一次性播种，多年生长，能省下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的老百姓问我，他说那冬天怎么整啊？冬天越冬怎么整啊？都不用管它。开春以后它正常的发芽。每年6月前后，长达一个多月的花期，让傅家屯村的空气中都弥漫着阵阵香气，把这里的夏天装点得更加艳丽。变美了，属实变美了，原来哪有这些花，上哪去看这些花去？相当好了，很多人都来。比喻点，人山人海，道上的车啥的都拍的到那老远了。
200左右人吧，200-300人。今年10月份，这批芍药花就要进行收割，销售到药厂了。不过这4年时间，傅家屯村的变化也给村里带来了新的发展思路。100多亩地要整起来的话，那就不管是看花了，咱再整一个什么烧烤小吃啊，带点啤酒啊，这干啥的话，说你喝酒了，我们给你出两个代驾。这咱们的那个剩余劳动力，他不也有活干了吗？4年的时间，屯同小乡村靠芍药花热闹了起来。下一步，苏强要做的还有很多，成立合作社，村民入股，连片种植。苏强的目标是将傅家屯村打造成城郊街道最香的村，把城郊街道打造成辽中区最美的街道。拍客南方小梦是一个香妹子，已经扎根北大荒3-4年了。在咱们黑土地秀了几次自己拍摄的作品以后呢，不少乡亲们就认识她了，也期待着她的新作品。这不吗？最近南方小梦就感受了一把百万农机高科技除草，这得是什么样的效果呢？咱们也看一看。今天带大家，这个机器一趟过去就是8垄，一来一回就是16亩地，相当于代替了16个人工一天干的活。就一来一回，只是这么一来一回，但是你想，这么大的一个机器，它不可能一天只干一来一回吧。其实现在的除草方式不只是人工，还有药物除草，还有机械除草，同时还出现了激光除草以及喷火除草。但是喷火除草和激光除草在我们这边可能相对于来说是不太适合的。秸秆粉碎还田之后，还有大部分的秸秆是在地表面的，如果采用喷火以及激光除草的话，可能就会把它点燃了，把苗都烧掉了。所以这种翻地型的机械才更加适合于当下我们会追求的绿色以及有机种植的一种种植方式，除草方式。这块地的玉米采用的是大垄双行种植，你看这边就属于是没有除过草的地界，中间的小草很快就已经超过秧苗，势头很猛。这边是刚刚机器走过之后除完草的一个场景。随着现在绿色有机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深入人心，所以这种机器就应运而生了。然后也是减少了很多药物的喷洒。对，肯定存在就是合理的。对，我们也是过来学习学习，但是具体的它是什么样一个原理，怎么就新式了，怎么就高科技了，其实我们还在学习的一个过程。一会儿我们去问一问他们专业的人士。对，专业的人说专业的事儿。走，我们就只能看着心情，看个热闹，带大家感受不一样的北大荒。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这种大农机的话，我们肯定了解的很不多了。就让我们在宋经理给大家也去展示一下，介绍一下这个大农机械的好处。它前面带一个前置的摄像头，这个摄像头呢可以进行对地进行拍摄之后进行苗草的识别。也就是说在上面在车载电脑上，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显示，苗和草它俩的色差是不一样的。它通过这种色差来辨别是苗还是草，这个衡量呢可以左右平移。这样的话呢，就是你作业的时候，你可以不用去管这个苗到底是种的偏也好，或者是直也好，它可以进行自动调整，就是整个大机器可以左右晃的。对对对对，无论是苗间草还是株间草，都是可以除的。垄沟呢，通过这个铲子可以进行松土，后边还有带一个浮垄器，对，保证除草之后这个垄形还会很漂亮。另外就是我们车上的一个电脑部分，摄像头拍照之后可以转换成虚拟影像，绿色的是苗，红色的就是草。如此大的机器可以左右随时摆动，相对来讲还是操作非常方便。对，所有的工作的话都是为了让这种机械化更简单化，别看它大，但是很容易操作，很容易上手。不由衷的感叹，现代化的农业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但是请你相信，所有新科技新技术的诞生不是为了取缔人的劳动淘汰人，而是更好的为我们农民农户，为人服务，为土地服务。而且干农业从来都不是一个马上可以建立的行业，它需要时间沉淀。无论如何，农业人都要保持一种乐观积极的心态，不抱怨不埋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只要有信心，只要有耐心，黑土一定可以变成黄金。加油。咱们辽宁的设施农业呢发展的不错，连片的大棚可以说是很常见的。但是在法库呢有一个占地千亩的设施农业观光园，里面清一色的新式大棚啊。这新式大棚到底新在哪里呢？来瞧一瞧。贾殿军是法库县秀水河子镇八家子村的村民，看他捧着一个个大红柿子，别提有多高兴了。现在一共是26个，15个洋柿子，这茬行，这茬一个棚能整个10000多块钱不费劲。
贾殿军所说的这一万块，那可是一茬作物的纯效益。别看老贾今年61岁了，人家呀有魄力，直接就敢承包26个大棚。除了纯爱好和就想扣大棚之外，这些全新建设、科技点满满的大棚，才是他心动的原因。总体看还行，骨架好，比他那个那边那个棚子得宽2米来，2米，效益比大好啊。你关键的这德光宽度够啊，像他那200米才1亩半地，我这是114米，也是2亩半地，1亩半地，利用率上来了。要不咋说手巧还得加上妙呢？老贾种地高效益的背后啊，可离不开新式大棚的技术加持。那大伙儿一定好奇呀，这新式大棚究竟新在哪儿呢？咱先看看它的保温性。温室大棚最重要的就是保证棚内温度，让作物快点生长。咱眼前这新式大棚的后墙不光厚，而且还高，高度是3.5米，3.5米已经到了极限了。如果是再高的话，就是咱对咱们的气候的话，它会对这个棚体有影响。我们就是提高利用率，提高温度。土墙体的特点就是白天吸收太阳光，晚上往外放热，保证那个作物晚上的温度正常生长。后墙高3.5米左右，除了保温之外，大棚跨度也可以加宽到10米，种植面积更是直线增加，这就意味着土地利用率增高了。您瞅瞅，技术员王建宝个头1.7米，站在大棚前段啊，根本不用低头。这回您知道咋回事了吧？大棚弧度更大了，紧挨着大棚底角的西红柿秧苗就能长得高高的，这产量不就上来了吗？如果是高度高了，有的你们这个当地的棚它都是这样弯着的，所以对它的劳动强度有所增加。咱这个什么直接能达到1.67米，因为它到了这里，看到了这里，咱就不能再往南种了，往南种它也没法种了，因为咱这个掉线，它掉线就到了这里就停了就。除了温度，光照也是作物生长的必要条件，因此新式大棚的采光带也变宽了，一切都为棚内作物可以吸收到充足的阳光做准备。棚前面再到后墙，到前面棚的后墙，我们叫采光带。采光带如果是窄的话，它会影响哈，到了冬天的时候，那气温低的时候，太阳它前面的会遮光啊。我们是前边是留了8到10米左右啊。我们整个规划就是长120米，宽25米，整个这一个棚的规划包括采光带。新式大棚另外一大优点就是因地制宜，非常适合法库的气候。法库县西边挨着彰武县，平时风沙就大，常年累月下来，这里的风沙土、盐渍土比较多。要想建大棚，稳固性、防风性是首先得考虑的因素。普通的大棚骨架分为3段，需要到地头上进行衔接，防风性、承重性就会弱一些。而新式大棚一体成型的钢管使牢固性大大加强。另外，新式的大棚骨架间距也缩短了，只有1米宽。我们中间这不是有一条压膜线吗？如果是很宽了，压膜线它会把这个膜给你压往下压，压下来以后，由于有雪的话，它就在这边聚。所以咱就是到1米，这个中间这条压膜线能把这个膜压住，但不能让它使劲往下塌陷。沙土地上建大棚，首先保证要稳固。一旦暴雨来袭，严重时会导致沙土地松动，大棚塌陷，农户损失严重。新式大棚就优化了各种细节，比如大棚前底角直接给沙土地盖了层被子，把放下来嘛，所有的水下来以后，它就直接，躺到前面排水沟里。咱这个后墙体也是，有水以后顺着到这个排水沟里去。这还没完呢，被子上面还得再盖一层被子。这个黑色的毛毡呢，是对这个下面的薄膜做一层防护，主要是它怕晒，毛毡不怕晒。再顺着大棚前底角往前看，这咋把大门开在棚膜上了呢？有的园区它是在棚那个棚山上开门，它那样它就降低土地利用率了。你要最起码的，你要往里靠一块，你给它靠出来那一块，外边你就闲置了。所以我们就走到前门，走到我们里面的山的边门。要问大棚哪家强，山东名号响当当。
山东的设施农业早就名声在外，大棚制造也是全国一流。因此秀水河子镇镇政府瞄准了山东大棚的建造技术，从前年开始统一流转土地，招商引资。除了贾殿军，村里还有很多大型合作社，第一书记也购买了这些新式大棚，总投资是5800万元，预计规划建设是日光温室193栋，截止目前呢，园区内的水电路配套都已经完成了，日光温室建成了76栋，宣传引导和发动，农户以承租或者是购买的方式来发展设施农业，来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今年年底，法库县政府规划的193栋大棚就全面建成了，一栋栋科技大棚将带给农户们新的希望。园区建成之后啊，我们这个园区将建成以观光和采摘为一体的这个现代示范园区。目前来说，是我们这个千亩园区在法库来说是最大的。法库县秀水河子镇的主要经济作物是香瓜、大樱桃、西红柿、西芹等等，全都得靠暖棚输出效益。这回有了新大棚，作物品质更能有保证。这可真是千亩大棚平地起，科技兴农出效益，大风大雨不用怕，高产稳产顶呱呱。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天气，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早上好，欢迎收看由中国二号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那今天呢是农历的5月23，今天咱接着说一说大田除草剂使用啊还需要注意点啥。那在用药剂量方面呢，一般沙土地相应减量，像黑土地肥沃地块呢相应的增量。那如果温度低，土壤湿度大，在使用蚁草胺时啊，应根据地块情况呢酌情的减量。那如过量的使用呢，会造成药害的。那现在呢，咱们看一看乡亲们啊都有什么要求。现在咱们乡亲们呢对大白菜的需求啊，不光是产量高，还有更具体的。那有一位观众呢就说，他想冬天积酸菜，现在呢想找一个抗病性强的大白菜品种。那咱们看一看技术人员怎么说吧。因为积酸菜啊，抗病强的品种呢，它是不愿意烂的啊，它得比较挺实啊，所以说呢，是我赶紧介绍咱们这个今年新出这个争冠油绿娃号。它的这个叶片呢是属于这种那个绿白色，它的口感呢，由于它这个比较绿，就是比较脆啊，口感非常好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它这个绿帮的这个绿色比较浓，它就证明壮实，比咱们这个普通的一些呢抗病力啊要能强一些。最主要呢是咱们这个运输和到最后咱们制作酸菜呀辣白菜呀最后的时候呢，它是做酸菜不愿意烂。做咱们这个辣白菜啊，它的口感呢是非常硬啊，比较脆。但是呢，咱们这个争冠油绿八号呢是没有硬筋的。嗯，油绿八号啊，它由于突出的这个抗性啊和它这个商品性，它的产量呢是非常高的啊，亩产呢可以达到30000斤左右。还有观众问，倒茶种什么好呢？比如说上一茶种的是土豆、西瓜，那下一茶种啥是比较来钱呢？种啥来钱呢？种我们这个红宝来大萝卜。首先呢，它说是一个三系杂交的一个萝卜新品种，还有一个呢是小丁小根根须少，不易裂瓜。它的生育期呢是在8天左右啊，它的亩产量啊是在7000到10000公斤左右。还有呢，就是它这个抗病性高，抗病毒病、软腐病，抗病性是非常好的，而且是咱们呢耐储藏、耐运输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在收获的季节呀，比如说现在的价格高。比如说它这个果单果重量是在2.5斤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价格如果是高的话，我们就可以提早上市了。如果是价格低呢，我们等着它长大一点之后再收获，这样是产量上也增加了啊，这个收益还有保障。对对，它的商品性是非常好的，外形呢非常美观，而且颜色呢是非常鲜艳，所以说它商品性好，耐储藏、耐运输，就是我们这个贩子也是特别喜欢收这样的萝卜的。那当然了，如果您有什么没听清、没记住的，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和400-6818-8001来咨询。那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将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的身边。咱们省内呢，种西红柿的乡亲们挺多，这西红柿的品种也是五花八门，
那么什么样的好品种能让乡亲们增产增收呢？我是辽宁的，辽宁沈阳的，沈阳辽中的，辽中冷氏谱的，冷氏谱中柿子的，收。你这都给我弄迷糊了。迷糊啥？我带你清醒清醒。跟我走，今天咱就看这个，走。不是来看吗？咋的？还能闻？想吃咋？是花钱，走。线下高温模式一开启，大棚里的温度啊，就更不用说了。辽中区冷子堡镇榛子岗村的徐纯涛还起早贪黑地在大棚里忙活着，因为眼瞅着这一棚红彤彤的西红柿长势喜人，即将迎来大丰收，徐大哥干起活来也是特别有劲儿。现在相当好了，老百姓相当认的。这个产量高不高？产量高，果实果干重。啊，就一个特别对，特别重，五重比较重，就说明它实诚是不？对。现在咱们的柿子最远运到哪儿？现在最远的运到南方，那个广州、深圳那边都有。哎呀，那这是那储存期非常长啊。对对，那运输，金折的。金折的。啊，现在市场价格多少钱？现在市场价格是2块多钱、3块多钱批发。咱一棚产量多少钱？一棚的话，现在这个棚子亩产是15000多斤。哎呀，那这一个棚收入一年得整不老少啊。它是侧枝比较短，这是品种的特性。侧枝比较短呢，就是说可以合理密植，可以合理密植。这样的话，一亩地能多种200棵，多种200棵，那么产量呢，这一个上留5穗果就是10斤的产量，至少多2000斤的产量。同样是种了咱们经典1958的，还有锦州市黑山县李家村的从建。据他介绍啊，自从今年种了这个新品种，他就在十里八村出了名，不少乡亲们都是慕名前来参观学习的。我参观来了啊，学习来了啊。对呀。啊，咋样看呢？我看真好，我准备明年我准备试那个整一下子啊。这好在哪儿啊？跟你现在种的柿子比？他这个好到哪儿呢？那个这个柿子吧，那个上市场售卖啊，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型好，哎，现在人上市场嘛都看型，哎，你型不好你少卖钱，型好多卖钱。果型特别的好，哎，果实饱满度，不空心儿，圆实度，这个圆形哈，这个形状特别好，颜色亮，个顶个全是这样，哎，个头，采拔一个，看看，封口好，全是这样。效果好，个顶个都这样。对，它果实分量大，单果重都在半斤以上。经典1958得到乡亲们的一致认可，不仅靠的是颜值高、分量足，而是做到了人有我优、人精我特。就是我们经过那个几年的抗病测定哈，它这个品种是抗 TY13，抗灰叶斑，抗这个线虫，抗死壳，这都是在生产上特别顽固的，就种植户特别在意的一些病害，它基本上都抗。也就是说，它抗性特别全。还有一个就是，你看果脐也小，啊，就果尖这个收口也小，这也是就是商品性好的一个特点，是吧？就是收柿子的都特别愿意要，啊，一等果，大精品果。哎，别光看呢，搭把手。你不看我只看吗？是咋子？这么小心眼儿呢？给你留了，留半拉不得回家吃吗？经典种子接经典果实，不吃后悔。种白菜的乡亲们，不知道您家这个白菜籽啊，选好了没有？这个选籽的季节呢，咱们得选一个产量高、抗病又好卖的。这不吗？这胖丫啊，最近呢就在琢磨这事儿呢。来，咱们看一看他选了一个什么品种。乡亲们，你们都着急不啊？啊，那胖丫可老着急了啊！头伏萝卜二伏菜，一不小心地里坏呀！大伙儿有没有跟胖丫一样的啊？大白菜不会种，种不好的，走啊，跟着胖丫找专家呀！哎呀，那都老闹心了，就是啊，你就说俺家大白，我今天都不想种了，不是烂根子就是干伤心儿，你说咋整啊得呀？白菜呀，全部好品种，
就会出现你说的这种症状，就尽量避免一些特别是这种打过这个除草剂啊这种地块，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低洼地块，主要注意这两点就可以。所以说在选品种的时候呢，我建议你选择这个高抗性的正花二号呢，可以达到40到45厘米，而且它属于这种中桩叠抱型的。老金元，你说那合抱又叠抱，这抱那抱的，我都听不明白，你管它咋抱，是个好白菜就行呗。正桩叠抱型的有什么好处呢？它就是撞心撞得快，撞得紧啊，后期的情况下呢可以抢手上市。还有一点呢，它这个科呢是属于这种叶片外部叶片啊，就是开展度小，外部叶片开展度小，那么这个品种它的这个净菜率啊就肯定会高，它经济效益非常高，然后它产量高了，它的就多卖钱了，自然而然呢咱们这个农户的收入呢也就增多了。产量高，产量高能高哪去呢？最高产的像正冠二号，在我们去年天津测试的话，可以达到3万多斤。它的一个纤维少，口感还好，所以说呢，它在卖菜的时候啊是非常好卖。哎呀，胖丫这把哈，那心可算是放肚里了哈。今儿我也先学先卖一下，种白菜地要平，土要松啊，肥要足，但是必须得腐熟啊。你家还有啥不明白的没？快点帮你问呢。现在呢，全省各地的稻苗都已经长得快有一扎高了。每年这个时候呢，对于不少乡亲们来说，就意味着还有一项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就是他们，一群可爱呆萌的小蟹苗要入驻这个稻田了。咱们到盘锦去看一看。每年一到六月份，在盘锦地区都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待天渐渐黑了下来之后，许多水塘的一角都会亮着一盏灯，借着微弱的灯光，乡亲们抄着手中的漏网，在水塘中不停地反复摇动，完了那出来灯光晃着能照着它左上往上上。网兜从水塘里捞出的都是可以爬动的密密麻麻的白色颗粒，它们到底是什么呢？都蟹苗。原来这些就是螃蟹的小宝宝，学名叫做中华绒螯蟹，每年5月初左右被孵化出来后，会经历5次的变态和发育，到现在它们才刚刚满月。河蟹呢，就是它的繁殖啊，它就是按照它自然的这个发育的规律呢，一般就是在5月末，在我们北方地区呢是在5月末6月初呢，它是能够随着自然温度的提升。它是能够生长变态发育成这个蟹苗，叫大人幼体。而之所以在捕捞蟹苗的时候要在旁边点上一盏灯，也并不仅仅是为了给人们照亮。它河蟹呢，它蟹苗它有一个特点，它喜欢光，那就是有光照的情况下，它就会迅速的在水中急剧上浮。特别是健康的蟹苗，都是越是健康的蟹苗越喜欢光线，然后呢，我们就利用它这个习性呢，就在晚上用灯光诱捕的方法，然后呢就把蟹苗集中捞出来。实际上这是也是一个选优的过程。在自然状态下，螃蟹是一种洄游生物，它的生长发育都需要在淡水中进行。那些在海水中降生的蟹宝宝们，通常在满月之后就会逆着河流而上，来到淡水中觅食和生存。所以这些蟹苗在捕捞前还要经过一道必不可少的工序——淡化。把这个蟹苗从海水里捞出来，然后呢，在短时间内让它，就是用淡水呢，就是逐渐往里加淡水，调节它体内的渗透压，让它就是用人工的条件，让它迅速适应淡水的生活环境。然后呢，我们通过人工运输的方法呢，给它放到淡水水域里边。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模拟它自然状态啊，让它迅速适应淡水的环境。就在距离蟹苗养殖塘几百米外的这个销售大厅里，这些刚被捕捞上来的蟹苗，早就被排队等候的养殖户们订购一空。这个很好养，效益挺好。一亩地生产1-2百斤水稻，一年要是养100斤苗，能收入到12万吧。1斤苗能收1000多块钱。
现在正在销售的是我们河蟹新品种，是经过我们22年选育的我国第一个通过国家园林组审定的河蟹新品种，也是农业部批准的第一个在我国北方推广的河蟹新品种。我们已经选育出了它的主要的性状呢，一个是成活率高，然后是抗逆性和抗病力强，再一个就是生长速度快。这些刚刚满月的蟹宝宝平均一斤就有6.5万到8万只，别看它们体型小巧，但是抗压能力可不小。现场不管是用盆装、用盒装还是用袋子装，基本都不会对蟹苗有太大的影响。养殖户们把它们带回家后，就可以投入到稻田地里进行生长。那今年呢，我们到最后能够生产9万斤蟹苗，就是在北方基地能够供我们盘锦和周边地区呢20万亩的稻田呢从事养殖。近些年，聪明的盘锦人发现了稻田养蟹的模式后，就妥妥地实现了一水两用，一地双收。用盘锦人可以自豪地说，南有大闸蟹，北有盘锦螃蟹。那我们盘锦河蟹的品牌价值呢，在去年，被这个就是品牌价值评估机构，评定为314.95亿元。通过科研工作者们辛勤的科学培育和蟹农们精心的养殖和管理，目前盘锦河蟹已经成为了辽宁一道亮丽的美食名片。盘锦河蟹不仅成了无数食客心中的可口美食，也为蟹农们带来了宝贵的财富。这个24节气啊，不仅表示自然节律的一种变化，同时也是指导农业生产的重要依据。那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在这个节气当中呢，天气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有哪些传统习俗？在农业生产中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下面呢，咱们一起了解。冬至和夏至啊，古人首先发现了这个规律。夏至的主要特点呢，就是太阳照到了北半球最北的位置，到北回归线，白天时间最长，日照时间也最长。比如说像我们沈阳，最长的日照时间就可以达到16个小时多。气温和降水最能反映出节气的特点，此时辽宁大多数地区都出现了高温天气。历史记录，咱们辽宁省在这个节气出现最高的极端气温就达到了41.1度。气候特点呢，就是主要两个，一个呢气温就是全面的升高，第二个特点呢就是降水明显的增多，平均全省呢就可以达到小60毫米左右的降水。空气湿度大，大风天气相对比较少，闷热的感觉明显增加，全面或叫全省基本入夏。无论是市民朋友还是农民朋友，最关心的肯定是降雨问题了。今年6月中上旬一直是持续阴雨天，高温放晴天偏少，那从夏至开始，未来的降水量又有着什么样的趋势呢？预计从6月21到7月5日期间，辽宁很有可能出现4轮大范围明显的降水，那也就是6月的下旬可能有2次，7月的前半段可能也会有2次，大家会感觉到雨季已经到来了，降水要比往年要偏多。目前看，夏至节气光照不如往年。在咱辽宁地区，夏至一到就意味着农业进入了最为繁忙的夏管阶段，水稻基本完成了分粒，开始拔节，玉米5-6片叶后也陆续进入了拔节期，花生进入了开花下针的节点。总之一句话，就是大田作物的产量如何，是否能稳产，这个时期的田间管理特别重要。玉米我们要做到3防，第一个要
控草防病防虫。这个季节特别容易出现的是玉米米鸣，湿度比较大呢，就特别容易出现大小叶斑病，我们一定要把它控制好。水稻这个季节特别愿意出现的稻水象甲和叶温病，比如说马铃薯来说，要需要防治管理后期容易出现的晚疫病。往年的夏至到来之后啊，咱东北的气候特点是前期温度高，积温也比较充足，非常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可是今年与往年大不相同，此时地里的气温相对冷凉，积温也不够充足。无论水稻、玉米、大豆、花生、小苗长得都不如往年大早，提醒大家一定要促早，让小苗根早发啊，苗早发，这个非常重要。比如说像中耕，提高地温，比如说叶面肥的补充，保证基本的植株高度。像咱大田里的高粱、水稻、小麦、玉米啊，都属于高杆作物，它们的特征就是根茎直立，植株高度较高，保证产量的其中一个要素就是作物的扎地能力。由于今年气候条件的特殊，尤其玉米种植户容易遇到倒伏的难题。那么在夏至期间要做好哪些田间管理呢？这个时候我们要促进根系的发育，也是中耕啊，叶面肥的补充啊，来促进根系发达，提高后续我们的抗风抗倒伏能力。咱们中国古代呀，还有很多诗人以夏至节气为诗，比如刘禹锡在竹节词里的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晴却有晴，反映的就是夏至雷雨的气候特点。而且在夏至这天，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习俗，西北吃粽子，南方吃薄饼苋菜等。在咱北方，您绝对听过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在炎热的天气里吃一碗爽快的凉面，也可以起到解暑开胃的作用。今天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有愿意和咱们辽宁卫视黑土地共同经营农资的经销商朋友，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681-8801加盟咨询，黑土地欢迎您的加入。同时呢，如果您有好产品、好技术，或者是有营销渠道的，能卖种肥、能卖菜籽的，都可以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为乡亲们提供更好的农资产品哦。